超强的香菜五杯煎。压轴登场，因为送上我们的凶猛霸王剁椒鱼头拼盘，麻辣火小龙虾。我们今天来吃探索马里系列的香菜沙漏，一起真正哇的小龙虾的鸡炸过再收汁，香气很迷人，肉炸下掉的开背，这细心超肥的，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咸甜。每桌必点的麻辣香鱼，这个招牌菜哦，一点爱掉。一道菜都做下饭，都喝下。吃过数一数二的好吃，茉莉香米，这个超好配北饭的，只要一口赞不绝口。不错，你吃到刚刚麻到不行，可以点这个雷蒙夹来综合一下啦。我吃鱼头最爱吃这个吧，啾，丰富的胶原蛋白，鱼头的那个肉特别的细致，是野山椒牛肉，牛味十足。浮香软骨，这是鸡软骨，这个是做搞干的鸡软骨跟酸豆角，很道地。双椒四季豆炒前，这嘛是每桌必点的。这些东西像共共的，这个它综合这个辣度。黄焖土鸡，这个是很道地的内地料理，规盘都是鸡腿吧，然后它的酱汁精华都有吸附在鸡腿顶管，满满的胶质。大甲香芋冻奶，它下面哦满满的哦，这个有贴心设计哦，喝起来都是人家很好的茶叶。熟成红茶很重要，说三次，这个我超怀念的。饭后甜点一点甜，我。